会觉得很温暖，很舒服。阿婆到现在来讲，那叫啥？嘘声，哦，嘘声，哦，那是掌声、嘘声嘛，高峰、低峰的时候关不给。哦，这嘛是真自然啦，哦，老子讲讲，其实嘛真自然啦。啊，拄好讲着咱灯嘛，啊，那灯结婚咧讲裂的时阵，哦，你讲开放的时阵，讲咱是安那，我觉得是啊，反正我听过，讲咱这是暗很高。我这边灯够高，我恁在道场听讲，因为大家拢看灯灯，我觉得我感觉真怀疑，奇怪，刚好有影，我根本就没这回事啊！人家就会诽谤，哦，所以会有高那个啥，然后大家啊，像咱这边这时代吼，得开红亮，大家就会认同，就会肯定，对，我掌声，哦啊，其实整个宗教其实蛮老干的呢，那你看佛德也是嘛，那样吼，佛德对。咱一开始从早听伊有讲啊，讲佛教伫印度，讲佛教根本无迄个，或许不知道那个是真来假的啦。哦，啊，佛教拢无伊，我好好相信佛教伫印度是四维的啦，四维的是讲行下坡啦，所以达摩祖师海对中国来嘛吼，啊，前头也行下坡，代表佛教不被重视啊，哦，所以对中国来，那整个佛教到咱中国来，他们中华，刚刚有。中文的这些精神、那意境，到这位一天都有在蓬勃发展的。哦，咱这东方佛教的这中那个六界名词，我就比较讲啊，就是讲你中国的这些佛教，那是另外一种境界了，一种层次的名言。哦，整个大乘佛教反而比咱中国家就有肯定的嘞。哦，所以讲讲这五位时尊贤呢，哦，也可以有吹。哦，啊这正能量、负能量，这大概上课节的哦，这个都很白话。哦，过来讲，是强，是对，吼，有当时也是强的，有当时也是弱的。啊，我感觉是强的弱吼，这跟时势有关系啦。得势的就是强啦，包括咱这身躯哪样款啊。哦，身躯少年的时阵哦，迄个时势哦，时势哦，都要到十七八岁哦，你二十、二三十岁的时阵，啊，咱的身体是上强壮，你觉得咱就上强啊？哦，哦，我再来选，我要这边哦，那时阵哦，就是。当兵的时候体能是最好的，因为去底下部队哦，比较去胖男体哦，人家跑量还不错了哦，后面觉得还不错了哦。哦啊，啊喏啊，他们长官怕你哦，啊长官我因为他大，我差不多起码我起码这年纪啊，我不然我要笑脸子，也许他四十几岁，啊也许他我要二十岁，一怕四十岁哦，当然就有点在欺负人家，那后续长官的敢讲。那个四十几岁还在军中，那东西位阶长官的军官啊，对，刚好我讲啊，讲跟长官打球爱看的啊吼，爱看爱，我好啊，年轻不懂事哦，打球就是要命赢啊哦，我所以拢会咧，啊，不过今摆这年纪呢哦，我今摆就不咧拍球啊，因为哦，其他就是用皮肤的啊，所以嘛，那个时势到高的时阵就是。姿势关键就是强，哦，这种重点嘞，哦，这种重点嘞，不是讲咱也要强来强哦，不是讲咱即摆好像去健身哦，去练到肌肉做大量，真正就有法度嘞。好像相信啊，好像是即摆去练到做大量哦，做马索做侪哦，去拍球那是赶快掉皮肤了哦，因为那个关节什么筋骨那个什么都会退化啦，那个直接神规哦，就是没了啦哦，过了那个春嘞就没了那个电哦，哦所以。强弱哦，有业绩是谁哦？笔记来对哦，所以老祖刚才讲过了，不行是哦，谁不停止谁行止，是谁搞主里面的事哦？那最近那个像，那个郭台铭董事长，准备的赖佩霞这副手嘛，然后很多后卫快点一圈，哎，等于是提啊，叫什么天选之人哇噻？哦，那各位学姐哪位看了这样？那那个他也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哦，到后来演他最后怎么选上的？那里面也是这一句话啦，谁啊？他们在等那个事啊，那些谁啊搞下去哦，那看来啊，哦，所以强跟弱哦，不要看一时，等那个事哦，那对啊，就那基因的对不对？他在那个谁喝的就是我们就是3000枚、5000枚都点得起来。那现在呢，都3500个，今年我不知道今年情况归也啦。
哦，啊，一样候选人以上啊，前几年的先靠拢是几十个而已，一二十个而已啦。啊，较早呢，候选人有印象，咱跟以前高班的时候是隔壁迄个，即摆拆掉啊，较早隔壁迄个、迄个剔除了。候选印象中，无规间半场都有一半，有一半啊，就是很多人啊，几十个、上百个可能有啦。啊，可是现在的时代，所以那个谁一点到了那个谁，我们就不是再去强求那个数字上。啊，那里面值金啊，值跟量呢，上面那里取那个值啊。啊，这个金变出来，就是人家在讲啊，比如说在讲这个搓啦，这个搓切磋琢磨嘛。哦，比如说一切磋一些幼咯的物件，然后切磋切如切如磋是大道理切嘛。一个幼咯，变到磨。如琢如磨，就是咱对经典的体会，对祖先的体会，迄、那个幼容细微处，那个一点加深一点。哦，咱谈工作的努力点，我感觉是真难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爱去思考迄、那个脉络嘛，努力点谈经典的是，伊来了解逻辑。哦，那若要讲字面上意思，讲天公讲的啦，就是每一年伊是要讲什么意见咯？可是我或许会去思考，为什么这个会是等于这个啦？哦，比如讲，像那头前我做讲讲，头前迄几句经啊，为什么时期不可为一啊？变得会有这八个状态。哦，那天啊不可为，哦，不可及不可处，哦，因为不可及不可处，因为那处啦，那个是这边来，这边来先由变他来哦，所以伊就是有主言语言被这八种状态。那伊啊人的心哦被做好哦，然后那种希望良率是100%啦。哦，100%就是没有，迄个阿变无好个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老子讲讲无可能，所以他会有上上下下、高高低低、强弱的时候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前后的关系性啊。所以我话咱就是在讲我们这个所谓的幼儿的，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前因后果是啥。啊，那其实那边单纯讲字面上，一些的艺术中啊，天和共哎，那个都可以讲攻击品。譬如我们后学这八个祸，我们都可以举一大堆例子出来供。那么老子在供这八个状况是有含义，代表嘛？这八个状况是正常的啦，是自然的啦，不是咱想要爱就爱啦。有哪些咱无想要赚钱哦、喔，偏偏那个钱会一直进来的。有哪些咱想要赚钱哦、喔，阿妈赚得太多了。哦，所以自然的学呢，不是我们人心可以去决定。哦，所以你现在供的这些扯也归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开始会死哦，你看去啊，切磋琢磨，这个灰叫做毁坏哦，啊，这个磋叫做切磋琢磨，会升一个温哦，升一个气。哦，讲大自然其实嘛是安尼，只是大自然会花一个时间去成就一些东西哦。啊，当然伊是有心的去成就嘿啦，比如咱人感觉做好个钟乳石啊，感觉玉器啊，那玉器、水晶啊啥，这些东西大自然、天地之间。你用几万年的时间去孕育起来一个物件，你想看花时间慢慢来，慢慢累，慢慢积所成。那么这物件哦，大自然就感觉宝贵啊，上天就感觉宝贵，而且咱人咧感觉宝贵。哦，啊，所以上天也花时间去成就它，爱买真简单就甲摧毁、会毁坏，还是讲过去啊，伊的生长期过了，伊自然就歹去哦。上天也当用地，那个迄个啦。地壳运动哦，造一个弯山啦，啊嘛，会当因为这个地壳运动啊，造一个深足深的海洋啊，一深沟啦、海沟啦，哦，所以这东西主言，这东西正常，所以这个就是咱家去讲的这个八货，哦，所以所来要讲最后是什么？重点就是头前可以讲是自然的现象，我主管讲咱人哦，万一执着要想要有所为啦。所以讲，习性瘾哦，气心、气车、气台，那些有所为、想要做为的哦，不一定会成功，哦，不一定有所成就。所以爱去去这三个。那看到这后觉得是吗？一管掏钱，公家还想到这样地方来去取这个，哦，为什么？哦，很奇怪哦。哦，你将来咱多少公，咱多少好好公点，等你点来对哦。老子最常讲的其实是讲天下，那老易给稍微给搜寻一下哦，天下哦，然后入你天下，最后有三十三种，啊不止三十三遍，会有很多次的、啊。有什么意天下？其实就是德，天，最
最完美的一个作品了。哦，你感觉哦，得天一说呈现出来最完美的一个作品就是这个天啊，天地啊。那你天地之间，甲得天，天天要上好的呢？我当然天地是天地，天天出来。啊，不过人伊啊人来讲，甲得天展现最完美的，你老祖的心中叫做圣人啊，哦，就是圣人啊。所以你得到经里面的圣人，就是一个下得下定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人，然后他可以自立，也可以立人，哦，也可以展现，而且是德性完备、完美啦。那一混，刚才讲叫做混啊，哦，就是混啊。那突然我讲到王啊，那王当然你得到经里面哦，做者王啊，哦，也王可以代表呢，王是跟王王公啊，或者侯王啊，这些公帝王的王。啊，不过伊咧讲咱内心自己的这个嘛是有一个功啦吼，咱我之前有讲过啊，哦，所以咱每一个人迄个可以成就圣人的，其实我们也都是一个王啦吼。啊，当然，你孔子他也是赞扬圣人的吼，所以孔武柱嘛是讲圣人安怎安怎嘛。那你孔武柱的思想诶精神，要成为圣人，就是要学文柱，学文柱啦吼，一个文柱人就是要先求天人，先求圣人。啊，所以回到人家在讲这个圣人，所以孔孟子里讲说十一圣人，圣人就是对前面这些有为，不执取，不执有，啊嘛，不有为，啊嘛，不无有为，对对对，哦，这圣人啊，一看有这个现象了，他反观哦，张老刚师讲的，返璞归真，回归的嘛，就是爱拢爱剃心、剃枪、剃台，哦，所以你现在好好来。先该做一下什么叫做洗哦，车要台，或者一次把它秀一秀，洗下面面哦，先秀出来哦，本来哦，这洗哦，就是人讲洗得太盛哦，洗就是一种贵刀贵文超贵，啊一般这咱会展现出来是讲伫咱这个言行，讲话也是咱的行为啊，哦一个人上容易言行上哦有过分的展现。哦，这咱多先简单体会啊，咱后续不举太多例子。哦，过来讲汽车的车，哦，这个车就是特制嘛，哦，没有极度，哦，没有极度。啊，这车有两种车，第好几个车后就是叫做量奢量啊，哦，就是咱用物件无咧准载的，哦，有偌济就偌济，拢甲用了了的，哦，量哦，食饭啊是啥，拢特制都会。哦，这就是咱咧用的时阵哦，无准载。啊，另外一种叫做直奢啊，直奢就是咱咧处的时阵哦，做毛病啦，哦，或者刚刚讲叫做做毛病啦，哦，快点就要买啦，哦，不一定咱输票的啦，哦，比如讲咱好像之前就是麻烦的呀，哦，你电视咧转，快点咱们电视购物哦，咧介绍咧什么饼啊，哦，饼讲啊偌厉害，都偌厉害哦，然后他就你咧电视购物到尾啊，我讲一句哦，来拨打0800，等，免费送到家哦，或者做个卡。啊，卡了啊！隔天就要上来，我后来一去看，我做品味啊，感觉讲想一想，我好像没需要买这个东西嘞。我阿妈曾经在去逛街哦，因为百货公司这样逛，底下咧介绍物件哦，我就曾经逛一下，要介绍是德啊，哦，厨刀啊，哦，我好用，我好用，我咻下山嘛，我后来把它背啊。啊，这个是咱人有一个欲取的心啊，看到好就想要爱。哦，刚刚回到咱上头前讲的。终欲出天啊！前段遐个人啊，想要出天啊，哇，做皇帝，哇，这么享受哦，权力这么大，话最也简单哦，也变安怎的安怎？为什么就是有这个欲取有处？啊，这是好简单一点，欲望的一种膨胀的展现。好，哦，啊，后续不再延伸了啦吼，因为我时间还没够，过来讲气态。哦，态就是一种舒适安乐的状况啊。啊，这就是讲咱的心哦，去放逸，去放纵，哦，去放纵。啊，现在人心啊，放逸、放纵，咱都要做嘛。防疫期间的时阵哦，哦，其实心都平常的哦，都放纵的。其实一群都在闻，拢在冲啥？或许大家都会渐渐拢在冲啥？或许搞什么拢都要看电视哦，上网啊，滑手机啊，吼，哦，啊，讲要认真读册哦，读册看经典啊。其实花的是嘛是有啦吼，啊，跟啥啦？比例就变少了。那像咱即摆学习功课啊，还是什么可爱承担的时阵，
但黑的不敢宽了，所以老子讲话气界的态，我们的心境心态上、要去这个态，这个物件哦，跟头前有什么关系啊？跟头前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就是咱对于自然界哦，天地间的这个这个作用，咱若了然于心，了咱咱哦，觉得咱其实就是要回归一个状态啊。咱没有必要对人家过分啊，因为咱今天讲体悟哦，功为巧本，有一天安怎，那讲十年河东啊，十年河西啊，但有一句安怎讲啊？我讲这些艺术啊，我讲这些小说会掉艺术啊。尽管你个前言，你讲的不一定啊，然后啊，或许你看人生过程，你起码写那样。有当时啊，或许起码你上班啊，他在那边上班能快活没？起码上班朝九晚五的，然后每天要赶着上班下班。所以人生就是会这样，所以没必要有这个肾。人你无好，无代表永远无好啊。咱起码你好吼，无你咱袂永远拢好的。所以那个。退多退一点，我奢嘛赶快啊！那对欲望的节制哦，我几年时阵做开国几年时阵，那可怜的放在就那能够由奢入俭难啊！他这样做几家都更难贵，难攻也进不一点贵贵哦，所以安啦，凡事都要有节度啊！所以这点台嘛赶快啊！爱掌握住啊，起码舒舒服服的，不代表来。眼高到会舒服，所以这个心量来把持很重要啊。我讲这个心的固守，然后修行爱念珠在珠嘛，那我都念珠在珠的是太阳嘛，那心中绑出去的，我随着环境因缘，那心中它发照，我都修在那的不贴，这个是其中过于安泰的状况，所以性灵它会把这个去除，这得理想共结。所以其实我阿伯这个有一个在讲，讲这个气这样讲，其实这种上重要的是一气啊，那个去啊，气啊，那修行啊对哦，修哦，气就是那气度哦，那就是爱修嘛，就是爱理嘛，就是到处讲爱顺啊，为德以顺以顺啊，爱以顺那个气度啊，真正爱学德的修行就是这个气啊，所以性是气车、气心、气台。信仰，你其实都是做毛病啊，因为啊，你都已经去除了，啊，重点以后，跟你修，跟你喊的这个阶段，啊，真正的心力要看你这个去这一件事情上面啊，用心去去，我要去去，所以我刚刚讲讲哪几哪，你自己去啊，啊，不要去哦，后续列了四个步骤，一个是低的哦，低就是咱来栽啦吼，咱来栽，咱来拔啦。咱来听道理啦，咱来听道理，咱怎样道理啊？咱若无听道理，咱唔知影道理，咱会感觉这正常呀。一切无好的物件，咱袂感觉迄无好。所以知学低了，咱才会知道，咱才知影。咱靠好多一本清，咱若学了愈深，咱就当看了愈清楚，咱就捌愈侪啦。咱就看到好的东西，咱就真正知影是好啦。头前梁宇讲的玛莎拉蒂，是咩叫啦？玛莎拉蒂，为了看到玛莎拉蒂，唔知系是玛莎拉蒂哦，为虾米原来两班人啊？我都爱骑，我讲罗摩尼哦，啊，讲罗摩尼，可能一间厝内起来补的啊。所以他料他知啊，好吧？道理应该他也知啊。知料，所以他办得出来。那开始知啊，讲虾米是好，虾米是坏，虾米是咱心内会不静。那开始知啊，虾米是心内。邪思妄想，所以黑人，黑个灾难，黑个办啊。第二个呢，敬哦，敬叫做能有感能见啊，这边叫有感能见啊。就是讲咱黑个了吼，咱现在看到咱肚里咱无一定感觉会出来的。咱拢来得病好遮久啊，咱拢知影，像遮讲的好啊，最近爱气心啊，气心啊。那么知影对人讲话较客气啊，优美哦，啊气质哦，做人拢是超过啊。啊，不过是后学，咱回去想看咱伫工作上拄着较袂晓的人在甲咱问的时阵，囡仔在甲咱问功课啊，是这问什么代志的时阵，咱真正有气甲这个心啊，那我都把控制会了啊，不一定啊。
有当时啊，咱咧看下手，咱咧想起，咱咧也会多啊，咱没有感觉啊，哦，没有感觉啊，所以我要讲这個感觉，讲咱咧能感啊，咱感受会到啦。